美女，什么预算，什么手机啊？我现在刚到市场这边。3000以上能给我拿个10 PM 不？那你要多大内存的呀？128的吧，平时最多就拿来看看剧。那你是要便宜的那种吗？对对，就是你视频那一种，最便宜的。粉丝啊，行，那我就给你安排吧，以后找到了给你回电话哈。Hello， 美女，你看一下你要的12 Pro Max 怎么样？能靠近点吗？我想看看成色。可以啊，来，我给你靠近看，这个边框整体是比较亮的，就是这里有一点点的小磕碰，屏幕的话反光也是看不到什么划痕的，你看能接受吗？可以啊，我还是相信你的，玩玩。这台的话前段时间市场还要3000出头呢，但是最近市场降价了嘛，今天拿货的话是2800左右，是老粉的话你给我看着加点就行了。哇，可以啊，那我现在转给你，什么时候发货呢？一会儿我就拿过去给你质检完，没问题，今晚发货你再转给我也不迟。那太谢谢你了，婉婉。客气了，我这边的话还要接着去挑机器，然后就先这样吧，挂了哈，拜拜。